明儿，看着你的明儿，明儿让你说实话。你不要为难我，明哥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这样只会让我感觉到很难过。要是你知道以后，也许会更难过。你告诉我，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。我们之间有秘密，快告诉我，不然我死给你看！不要逼我，我真的很难。 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秦明不单是大唐女巡案的护军统领，而且还是关中帮第二号人物的嫡传弟子，韩生的徒弟。明儿，你原谅我，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